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进了亚利桑那。亚利桑那还温度还比较高的，然后这是白云蓝天，这边是这种悬崖，悬崖旁边有着印第安人的保留地，红番区啊，这是这个比较有名一点的红番区。看看云彩多么漂亮。从新墨西哥进亚利桑那就是这条线。看看今天的阳光，多么明媚呀！摩崖石刻。还是挺有冲击力的，对人来说啊，给大家冲击力还是不小的啊。